就你越念就越欢喜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真的是高兴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他。他一想，还我说他一想跟着他走，越想跟着他走，他都不着走，他非着你都在留着念佛。我念佛，你看这我念佛的，我念佛念的太高兴，这心着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说明明的我自个儿，我也没财富，也没地位，生活也没有钱，生活挺简单也。也没想过佛，怎么念佛，他说，学佛的偏偏的成了最高的享受呢？那最高享受在哪说出来？这会儿我知道了，心说出，我享受的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让你这心着，他痛快，他舒坦。我念佛的时候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一句，一句接一句，都跟那个雨点儿来似的，下雨一样，这么不停的这句佛号都不停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的这个心真痛快呀！哎，我说这都是享受，对于我来说，这都是享受，这都是享福呢，真是幸福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，这都叫是享福呢。享的都是这个心，享受的是我呢。世间人他享受是吃好点穿好点，这个生活都好，生活条件好。我享受的不是的这个，我也没财富，也没地位，我什么都不趁，我就趁这句佛号。我这句佛号给我的享受是最大，这个心太舒坦，太自在，我活的太潇洒。我叫着，我没有一点的，我没接任何的牵挂，我也没接什么沉，这心不感觉的沉重，有压力。我也不恐，也没恐怖。有时候躺着没念佛，念的那心真自在呀。男人一动个念头，哎呦，这会儿要是死多好啊！死这会儿这身体他死他的不？反正这个心没死，你看这心还念着佛呢。要这么着，这会儿阿弥陀佛接着我走多好啊！咱们俩这么悄悄地走的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拦不住，多好啊！你看他一高兴一念佛，赶我心呢，我念佛的时候，俺念着念着，俺谁兴隆就想起来了。只老法师讲，只要你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。你真正相信，真想去。我念佛，阿弥陀佛就接引我往生，我都太高兴了。哎呦，我念佛，佛就接引我往生，这个谁心里一觉都这么笑，想起来都笑。想起来就一想着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怎么这我念他就接引我往生，这么妙啊，怎么这么容易啊？我想起我念他就来接我来，你看这是信心呗。这就是信心了，这就是信，这为愿，可不是光说的那个心愿那个词儿，不是的，咱们得深入去体悟这个心愿，它那个理儿怎么个心法，怎么个愿法。你真正下定决心，我下定决心，我决定求生极乐世界，在这一生决定愿成佛道，决定跟阿弥陀佛走，我哪都不去。你下定这个决心，佛知道，佛知道到你临命终时，他肯定来接引你往生，佛不舍弃一个人。关键你真正发这个心，还继续念佛呗，什么也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。我现在这会儿听老法师讲这个这大经节，他说这个化解当前劫难，唯有转弘此经，转念阿弥陀佛。我那个心又来了，又升起来了。哎，我说老法师是转弘此经，哎，我是转念阿弥陀佛，呵呵，我转念阿弥陀佛，总是不论他从哪一方面，总是把我这念佛的这心给我引起来。你看是阿弥陀佛住的我这心上呗，谁把这心引起来的？是佛说法，佛说什么法呀？成佛的法，是怎么着成佛呀？念阿弥陀佛是成佛的法，总不离这阿弥陀佛。这都叫是心中有佛。老法师这么一讲，哎呦，我说哈，我就是一向转念，我看到，我总是我看到海鲜老和尚的时候，你看到六祖青老菩萨他往生的光盘，看到他像他一笑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看见他，我绕佛的时候看我桌子上就摆着他个光盘，我走点上去，我看见他笑，我也笑，我笑我呢，我都高兴啊，我看见往生的人，我都高兴。我就想啊，哎呦，我说咱们是同行同乡，这同行同乡怎么着说呢？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咱们是同行，都是干的这一行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同行。然到往生任务都搁，人家任务都完成了，到了极乐世界变成同乡的，
我用的这么个词儿，我说咱们是同乡同行啊。你们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们提前你们都走了。我的任务完成，我的阿弥陀佛给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又到了极乐世界了，叫咱们所以是同乡的。我看见海清海贤老和尚，我也这么说，咱们是同乡同行啊。现在都同行，都是念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又是同乡。我看见他们，他们也想走，我也想走啊。我一看到这个个往生的走的这人们，你知道我多想走啊。看见他们走，我也不待住了，我也想走，他也想走，他也想走，他不着走，不着走就还待着就念呗，反正我的时间我活一天就干一天，我活一天就干一天，就是我的时间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我就是干这点事，我天天想往生，没别的，我没别的想法，我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想跟佛走，想跟佛走，心中都是念阿弥陀佛，天天是这样。这就叫是你什么时候往生啊？老法说不要等啊，等到明天后天明年后年，那你那个往生太长远了，成佛没你什么等头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是现在，急在当下，当下就是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这一声佛号就是往生成佛，就是念当抓住当下，这当下就是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念佛即是成佛，念佛即是见佛，看是什么道理呗？你怎么着见的佛呀？你怎么着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呀？就是念佛，这在这一佛号当中就完成了你念见佛成佛，这就是念佛成佛，在这一佛号当中就完成了，就这一念，即在当下这一念就是成佛。你看回到这第十八愿呗，一念十念即得往生，看不需要做，实际上就是一念，就是当下阿弥陀佛这一念。就是这一念，你跟阿弥陀佛，你的现在这一念就是你的心。我心中升起这一念，我心中变现的是阿弥陀佛。看是这一念呗，心中只有这一念，这一念是心，心中这一念就是心，心变现的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变现就是阿弥陀佛。需要多样不需要？你看，又回归到这第十八愿上说的呗，临命中是一念十念。必定往生，这一念十念是怎么着来的？你平时心中已经做到了，心中只有这一念阿弥陀佛，平常已经做到了，心中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，到你临命中是你那一念十念，实际上一念都能往生，你那信心不足，一念不能往生，再来一念，再来一念，超不过十年的就走了。实际上你真正具足了有足够的心愿，有足够的心愿，这一念就完成，一念就走，阿弥陀佛接着走了。彻底，这是怎么着来的呢？放下了，这就叫是放下，这就叫是万缘放下，心愿持命求生净土，这都是我自个儿心里，我这么，我自个儿的心底体会，什么是看破，什么是放下。什么呀才算是真正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？就是这个样，这个样就是真正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，这就是这心里这个样。我就你看，你现在这个心头心心念念就是想阿弥陀佛，总是不离开这阿弥陀佛，总是不离开佛。你不离开佛，这佛就在你心中呢。尤其是你知道你心中有佛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老反复地提这个？你心中有佛，心中有佛，因为这心中有佛才为一向专念。你心中你没解佛，你的心和阿弥陀佛融成不在一体，你不叫一向专念的。你没一向专念，也不能往生；心愿不坚定，也不能往生。他这三个都得那程度，你要那条件都得够上。阿弥陀佛。哎，我就说到这儿吧，说的呗，不符合经教、不妥当的地界儿，批评指正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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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